今天两位呢来进行合作是什么机缘巧合？今天两位可以同台来这个进行合作呢？因为汪汪是我认为唯一一个比我帅的人。妈妈呢？因为我认为锦瑜是唯一一个比我美的人。天哪，珠联璧合呀！好，那未来啊，两位可以这个有合作的打算吗？有机会的话。太有了，我本来没有，刚才我唱完太有了，现在。